Hello， 我是佩玲。Hello， 我是拉斯达。欢迎拉斯达呢来到我们 CD Plus 下班忙什么来做客。那很难得呢，可以请到拉斯达。那我有一个小小的挑战。什么挑战、啊？我们要请拉斯达来念一小段的绕口令啊，来试试看。我尽量啊。可以的，来来来。OK， 王婆卖瓜又卖花，一边卖来一边夸，又夸花又夸瓜，夸瓜大大夸花。夸来夸去，没人来理他。我厉害，所以过关了吗？过关，过关，当然过关。那我觉得说呢，拉斯达呢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女生。然后刚刚跟拉斯达呢聊天了之后，我非常喜欢她的故事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听一听拉斯达的分享的话呢，一定要留意我们2月3号星期一下午4点的下班忙什么，或者呢可以呢去到我们的这个官网，或者是下载我们 CD Plus FM 的手机应用程式，可以收听 Podcast。谢谢拉斯达，谢谢你们。